比赛开始，给到身穿蓝色球衣的狂暴骑士这一队，王子奇不断的用身体去冲击老将，造成了对方的犯规。哇，他打宇哥可不太好打，那么低还有劲儿。王子奇在 CBA 选秀当中以第二轮第十六顺位被同期队选中，蓝色方狂暴骑士先拔头筹，看看第二次罚球。稳定输出，两罚全中，方方方。这边看看周瑜，哇，速度太快，成功避开两人防守，快速突破上篮命中。周瑜野球王的称号不是盖的。哇！王子奇在找机会，周瑜上前防守。蓝队球，球出界，蓝队球权，加油，宇哥。球发出，走，看看这下篮下的强打，成功，成功很好的利用自己的身体优势，在内线进行猛烈进攻，成功为狂暴骑士拿下两分，好队员还是挺多的，这俩大个人俩小个都还行，就算他外线再突进来，看看在中距离。两分也中，现在4-4打平，比赛一开始就很焦灼。李庆祥防守犯规，刘振环防守犯规 ，LCL 你们的团队犯规已经三次了，要小心了。没事，没事，环队，左卡，走，哎呦，这一次又造成了对方的犯规，七犯规啊，两次，没人帮我接防，几次犯规了 ？LZL， 你们的团队犯规已经犯满，不到一分钟四犯了。对方的话很明确，就是要打我们内线，没想到开场两分钟我们就犯满，所以说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，会很难打。蓝队狂暴骑士进行罚球。哎，一发中，比分4-5。成功罚球命中。看看外线，哎，穿空而出。刘振环拿到篮板球，打中。好球，黄队！刘振环篮下展示篮板和二次进攻能力，就只要环外抢篮板了。比分再一次追平，大蛇李章林，李章林是现在 CUBA 当中最好的大前锋，看看这次抛投命中，漂亮，运球会转身晃过李清祥，无视刘振环的防守，将球投入篮筐，技术全面，还你一个两分，可以啊，这段可以啊，这个大哥还行。周瑜再次把球分到外线，刘振环这场联赛的总决赛 MVP， 这个勾手从左侧偏出，现在比分8-6，狂暴骑士领先，又给成锋，这次转身标准操作，面对李金祥直接转身两分打中，现在比分逐渐被拉开，上线，狂暴骑士在内线给到 LZL 的压力实在太大，王子奇打手犯规，而这一次周宇站上罚球线，一罚命中，现在10-7 ，LZL 落后3分。第二罚可惜，篮板球的拼抢，蓝的球 ，LZL 将球碰出界。来，追狗。大师李章林给到内线陈锋，李金祥在同一个地方以同样的方式犯规。这俩阵容没法打，那边两个内线，这边两个后卫，这边俩后卫只能做他。LZL 要思考一下你们的处境了。三对三，每个人的空间都很大，本来我就矮，如果我再一绕前，这样子后吊的话，就我就一点办法没有，所以说我只能站在他后面防。那个白队的大个儿，你帮协防一下，不要防在外线啊！你防外线那大个儿，他也不投篮，你防他干嘛呀？他就做他多少个了。暂停 ，LZL 请求一个暂停。要不就让你放李章林，看他能不能打。给点对，不过还好，成锋的罚球不是很稳。再不行，我先防看一下。你先防那个有篮啊，我先斜吧，我那个慢，我再回去。防守，差不多。
要不你给我掩护一个，好，让换行吗？好 ，OK。暂停时间到，回到场上。回来之后，程峰要执行罚球。来点掌声吧，鼓励鼓励程峰。来吧来吧，第二罚命中，场上比分11-7，广告骑士领先四分，影响给到周宇。周宇这个背后传球很快，但是差点就断掉。7秒进攻时间，看看李金强看着表，哇，李金强运球居然运到自己人身上，哇，刘振环好球，完蛋，刘振环这一下把球断下，非常出色。看看周宇短了，但是注意篮板啊，广播骑士已经想把篮板拿到，在外线重新进攻，变向突进，左手命中，李强一个快速的变向往过往前上篮命中，闪电回来的李强火力全开，哦，有点艾弗森的感觉啊，又是李强趁陈峰不备居然把球给偷了，哎呦，好球！李金祥单挑大蛇李章林，变向来打，左手。李金祥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快速变向，让大蛇李章林吃到犯规。我可以抢这个吗？他打五打五绝对好使。李金祥站上罚球线，一发中。一场焦灼的比赛。现在时间刚刚到一半，好的，两发全中，比分再次打平，11-11。快快快快！这次起球之后交给快快王子奇，王子奇的传球，看看队员能拿到。哎呦我！哦，这次来自 LZL 两人的加防把球给断下来，刘振华短了，篮板球进攻篮板二次打中，李金强漂亮的滞空抢到篮板，避开两人防守，强势上篮得分。Nice， 李金强，这完全是个人能力的展示，这就是要在你脸上抢篮板。来自李金强、，LGL 战术调整的非常成功，比分再次反超2分。完了，哎，他动了，他传了，他碰了，他碰掉了，他必须是清晰的拿到球以后你才可以断了。看得出周宇很积极，但是还是要注意规则。LGL 反超了比分13-11，看看狂暴骑士，王子奇。这边交到内线，陈峰现在有两人在防陈峰，自己再拿再打，哇，陈峰在这下弹速方面相当可以，比赛打得太过于激烈，两边又一次打平，13-13。刘振环大个对大个，看看背转身之后，大蛇李章林在这次防守当中没有失位，但是刘振环的手感更胜一筹。刘振环进球之后 ，LZL 又一次领先15-13。大蛇李章林没有找到好的位置，拿不到球，而这边陈峰再往里抹 ，LZL 犯规，陈峰再次上罚球线。一发中，狂暴骑士只落后一分。第二发没有命中，这边 LGL， 哦，周瑜，周瑜充分发挥小个子的速度优势，让对方吃到一个犯规。大家在球性、速度上的实力，上面，哎呦我，好球！哦，周瑜通过防卫吸引对方的防守，其实是李金祥到内线空间反篮命中。这次进攻展现了 LZL 非常好的弧顶和内线的连接，他俩打高机位好舒服啊！